这上一回说到啊，这千秋月末是家人离别时痛哭之后，就成全乃清寒满堂街，战场上还未知未雪，听故事的楚霸王乌江又诀别了一场皓月。各位看官不好意思，今日江山有小姐，或者路过的打个招呼，欢迎小王子唱歌的，不要忘记直播是通通的勾勾点一点关注点一点，感谢大家。千秋月未落，抗战去往长河，河畔有人高歌。